Welcome to 安详禅 Podcast. Both you and I wish to have a more blissful life, but how should we do to water and fertilize the blissful seeds?Let's listen to Master Geng Yun's teachings. 第五点呢，我们要讲幸福的能源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想个问题就消耗能量，我们做一件事消耗热量。我们要获得幸福，也需要找到能源。假如你有一部汽车，没有汽油，那还不如牛车，没用啊。什么是幸福的能源？就是爱与慈悲。我们今天社会上凶杀、仇杀、绑架、勒索、金光党、骗子、夫妻反目、家庭破碎，都是由于缺少爱。爱就是牺牲，爱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，爱就是道德的根源。没有爱，没有创造；没有爱，没有道德；没有爱，就没有生命。这个话怎么讲？我们大家看历史上，历史上最大的动物是恐龙，最凶猛的是恐龙，体积大，力量大，食量大，绝迹了。有的人说是恐龙为什么绝迹？因为是冰河期。不对，跟恐龙同时遗留的动物生物还很多。说是陨石，那不对，人比恐龙更脆弱，人能留下，恐龙为什么不能留下？因为恐龙缺少爱心。恐龙在肚子饿的时候觅食很困难，他连小恐龙，连他的幼儿，他都会吃，所以他绝迹了，爱死生命。所有的动物能够延续，是因为爱。你看看，我们现在淡水河，生存的环境多么恶劣，污染多么凶，但是很多水鸟在那里孵卵，在那里哺育幼鸟。这是什么？爱，爱是生命的动力，生命的根芽，也是人的天性。所以没有爱，人际就不调和。我们世俗有个名词，都是不科学，不切实际。爱是什么？爱就是说永生命的融合，夫妻之爱应该夫妻两个人的生命融合成为一个，这个叫爱。有很多非常不恰当的名词，而夫妻做爱实际是爱，这个不是爱，这叫本能的发泄。本能的发泄有没有错？没有错，这是天赋于人的，但是你违反了中道，那就错。爱为什么是生命的根源？如果母鸟不爱小鸟，老虎残暴的连小虎都吃的话，现在老虎绝迹了。爱也是道德的根源，一个人，所以中庸说说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。什么叫做君子？就是有自尊、有尊严的人。他的道路是从夫妇开始。那么人类的进化，由草昧进入文明，由浑浑噩噩进入大清明的一个人类的社会，这个是从夫妻开始。
因为没有父亲以前，就只知有母不知有父，这样的社会谈不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，是有了父亲以后，有了父亲之爱以后，然后才有什么呢？才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义，所以爱也是道德的根源。道德三大德，智仁勇，在道德当中的总纲就是智仁勇，来自智仁勇，人类的智慧由爱来产生的。各位知道爱迪生受过2年家教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。刚才有位先生到我家里去帮忙，他说小学都没毕业，我说那没关系，六种一个字都不认识。爱迪生是读了2年家教，他为什么，他的智慧哪里来？他爱他的研究。在火车上研究黄磷掉了地板上氧化，把地板烧了，车长把他耳朵打聋了一个，他还在研究。他不是有人逼迫他，他不是为了要赚钱，他是为了爱喜欢，于是乎他成了大发明家，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。当初我们现在用的电话，现在看电影，现在的这个音响都是他发明的。当初发明的比较粗糙，经过多少次的改进，包括电灯，他发明的是碳丝到钨丝，他没有发明日光灯。但是如果没有他先发明用碳丝做电灯，今天也没有日光灯。他为什么发明？为兴趣而发明。你看瓦特做实验，晚上都不睡觉，他家里就给他准备2个鸡蛋，旁边有个炉子，没有炉，他说你把没有炉点着了，肚子饿了，把2个鸡蛋丢进去煮熟了，你就可以当点心吃了。第二天呢，早上起来他是饿了，大概煮熟了，一看煮的是他的怀表，什么是鸡蛋什么表他都忘了，根本就忘了吃，忘废寝忘食。孔子说发愤忘食，乐于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所以一个全神贯注的人，他是来于爱心。如果说你要不能发明1000多种的东西，你要不能发明电灯，我就枪毙你，那你枪毙我100次我也发明不了。这个不是威胁，这个不是勉强，这个是他爱。我们读儒林外史，你看王冕画荷花就能把蜜蜂蝴蝶吸引来，他一个牧童这变成了社会名人大艺术家，他是爱。他看着雨后的那种荷花，那个雨珠在荷叶上转，荷花那个洗得干净一尘不染，他做梦都会梦到，然后他就拿个棍子在地上模仿，然后给人家放牛，他是牧童，然后给点零用钱拿去买颜料画，最后变成专家。他为什么？他爱那个荷花，爱给你智慧。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的国学大师，他读书常常不睡觉，不是人家逼迫他，他说我只要读书我就得到生命力的泉源，我精神就好。有点读着天亮，姐姐说你休息一下，我砸了年糕你吃，一碟白糖一碟年糕。他说好，你放那了，我边看书边吃。等一下他姐姐在收盘子，吓了一跳，发现他食物中毒啊，满嘴发黑。再仔细一看，他吃点白糖原封不动，那年糕吃完了蘸的是墨汁，心无二用。很多人读书人讲中国的诚是孔圣心法，那是蒙丢。诚是什么？诚是知情意的合一，把你的全部的感情投入你真实的理智上，在那一点上坚持，就产生意志力，一种真爱的意志力，那是很大的，超过
练瑜伽术的这种意识锻炼。于是乎，章太炎全部感情投入他的理智，产生了一种意志力。Love is the power of life and the source of creation. When maintaining the Anxiang state of mind becomes the passion of one's life, one's mind power will blossom like a beautiful flower, and one's practice will achieve a fruitful outcome.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. Remember to follow us for more podcasts.